好，我刚才那个额外的讲法，其实是要让大家，因为现在我们虽然信这个法门，但如果这个信啊慢慢一直偏，到最后也容易让人家开始不以为然。真正的净土的精神被忽略以后，都一直往。一直就是把它神秘化的意思啦。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特别这样讲，因为我讲的这样的方法是缘起法，就是说我单独一点意都没有，道理的意都没有，我听的时候我内心起不了作用，因为一切要唯心造。我如果整个深层，除非我去觉悟这个深层声音的尘，那我可以觉悟，但深尘不能成为解脱因。所以这个深尘如果能在这里起分别，就能入我的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把它简化只剩声音，而是当我在一个音声当中听到佛，在我认知，像我们现在一听就已经入。但有的人他茫然无知，但我们却不断在强调音声，这时候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放声音一直在放，就变成形成一个，老实讲这个再走下去就会跟佛法越来越远，就是我们不断的到处就放录音机一直放，即使那是给人听，给能觉知的众生听，乃至虽然你有发心要让众生听也可以，但我们避免到最后只留于音声这样。所以我宁愿就是我们不是讲说音声利我利耳根，就像地藏经利耳根，就是我受用。你要走的时候，我在你耳朵跟你讲，我将你这个东西布施出去好不好，他确认他内心才产生一种认可，那这个就成为他的布施了。如果有听没到，他形成不了舍心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临终的时候，如果他有那一份心，我们就要讲说我将此物舍出去好不好，好，虽然他并没有表达，但心产生确定，这就是布施了。而这个福德对他就很重要了。所以当我产生一个佛，这个佛里面带着解脱圆满能度化众生的慈悲的佛，这个音声一路，这些法跟着进，这就跟着进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意一定要有，所以同样的我们在念佛也要把这个意给带进去，所以叫如来意如来正法。意如来意，意如来正法，其心正直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那个法进来，我们的心就受这个法这个意端正，其心正直，就会远离贪嗔痴的种种恶法，它就有这个意思。这个在阿含经就有这个意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闻我名字是这样的一个殊胜的一个，就我们讲说名以载德了。这个应该是哪位祖师讲的，就是名以载德。对，就是名这要有载德，所以我们要有名当中要有如来意，即便很浅但不能空洞。所以我们在说法当中，我们会叫你好好念佛，但我们会不断地赋予名字里面的内涵。我们今天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这个佛号赋予更深层的内涵，所以当你受用名号的时候，这个德同时也摄受进去，是这个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十五愿，脱离女身愿啊，是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乐发菩提心，厌恶女身，受终之后互为女相者，不取正觉。那这个有的人就讲说，女人为什么不行？哇，这个我就没办法了，碰到这样我就，其实如果大家不能用理性，纯粹用世间的简单的男女平等啊，就有人就要起烦恼了。所以有的人就无谓的在表象上争男女平等，众不要说男女平等，众生平等
但众生平等，果报有没有差别？有啊，我对很高的我就很嫉妒啊，那为什么这样？对，我这怪谁？刚好的啊，平等啊，是平等啊，问题果报不平等啊，是不是？男男不平等，女女也不平等啊。所以现在温略讲说，因为你这要平心而论，女之为女有她的因缘，好，虽然不一定都固定，但她一定有她的共相，就是她有她成为女的因缘。那能不能去否定？我都当过女人哦，我一下女一下男一下女一下男，那我有什么埋怨呢？为什么？这是因缘转变。那我都能女转男，男转女，最重要是我们如何不让他受用轮回，不要再轮回，而不是在这里去从表上结果上去论，应该要看从因上去感应。那因为既然会变，那我们为何不让他成为清净，而不要在这里计较？所以其实佛法师要从来没给众生做一个定性，男一定胜过女，女一定如何，这是你这时因缘，其实法性平等啊。但法性平等对众生还有执着人，是不是受用他的业力的影响？有啊，那我们要尊重。所以你如果取你还有你之为你的业报的话，你如果不要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，好，除非你愿意以你人生度化众生，那变成是自由。所以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种因缘果报啊。那这个里面，在我常讲说，有的人一直在乎男女，我说、哦、不要计较了。你真正到最后，你会投胎作为男的，可是那个环境刚好是女尊男卑，人家你水强个大的水，你一直在争争男，争到最后果然你当男了，你不知道你一直在争，男女要那个嘛啊、哦，比如说你希望。男女平等啊，啊就争到最后，你不甘女人差嘛，好，终于你成为男的，可是问题你的福报就是走到哪里都是低下的，因为有些社会是女尊男卑，有的社会是男尊女卑，那这个问题你去争之外，你可以争取大家对彼此尊重，但这里面有背后的业果，背后的业果就是说，如果你本身不具富贵命，你走到哪里都是低下的。你有富贵命，就算捧到男尊女卑，你身为女还是人家尊你。为什么？皇后啊。如果男尊女卑碰到这里，你也是王。走到哪里，你有你的富贵力。那你如果硬争争到最后，好像如你所愿争了，结果倒过来了。啊，你争到说，我为什么输你？好，继续争。争到最后，结果你升到的地方刚好又倒过来，那转争争到争好了，走过到这边又倒过来，那怎么倒霉都是你，那业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人他一直在这里转。所以我在强调，当你不再受女众习气所影响，你不再受世间所影响，就当下女转男生。我就常讲说，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女众学佛很多，其实很多度化因缘是在女众，有时候男众度化了不方便，所以女众就有菩萨要示现女众嘛。最重要是你能不能以女人身发大丈夫相，这时候变成女人身只是方便，就不是束缚了。女人身中间的烦恼习性如果没有，女人身成为法器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说发菩提心不就是逆转男生吗？那逆转男生我没改啊，不用改啊，这方便啊，方便你度化众生，是不是？最重要是你的习性有没有拦阻，你这份计较的心其实走到哪里都是这份心让你的心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讲说，如果是因这个因缘，你在那边，你发菩提心，欢喜信乐发菩提心，厌恶女生受终之后，互为女相，不可能。这是也是净土的因缘。好，
第三十七愿，天人自净愿啊，是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啊，五体投地起手作礼欢喜信乐修菩萨行诸天世人啊，莫不自净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好，所以依他这个因名声啊，如果能如实知如来的这份功德，听这个意就生欢喜，就会恭敬。所以我最重要的是由这个名所带的德啊，所载的德，让我们听这个名就生恭敬。像比如说我们听到母亲，即便别人在讲他的母亲，这个母亲意我们就会自然赋予他意义，是不是？一个人在说他的母亲，他在说别的人，跟他在说他母亲，我们直接就连接那个母亲一定是有养育他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名字一生意义就赋予进去了。所以一听阿弥陀佛，就因为阿弥陀佛的意义不是普通名词，所以一听亲名字就生对这个名所代表的德生恭敬心，就是这样，听到这个名字就生恭敬心。好，这是他方众生闻名受用功德了。再过来是他方菩萨闻名受用功德，这是他方众生他方菩萨闻名。所以其实四十八愿里面有很多，不是光只是四十八愿成就净土，四十八愿很多也在对待其他相对在其他国土的众生跟菩萨。其实四十八愿里面并不是只针对净土而已，所以我们这样把它分开来，大家就比较一目了然嘛。第三十二愿宝香妙严愿啊，设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，宫殿楼观池流花树，国土所有一切啊万物，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，言是奇妙超诸天人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这个我们在讲国土庄严的时候就已经引到这一愿了，所以这里面在讲净土的庄严，但同时这一愿是不是也说到什么其香普熏十方啊世界啊？当然这个比较，这个是香闻啊，这个如果跟闻名是稍微不一样，不过它是因为闻香啊，闻香普熏十方世界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啊。这个闻倒不是名闻啊，不过其实就是同样是感应十方，但十方的菩萨闻的都专用修行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，第三十六愿常修梵行愿，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，常修梵行自成佛道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这个其实跟这个，一个是香的闻，一个是名字的闻。所以我前面为什么特别加重名字的意义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如来意如来正法，由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如来意如来正法，一听到升起欢喜啊，这个我一直要强调这一点。所以它不是光只是音声，它是由音声所代表的，由这个佛号所代表的法意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当中也是不断的在加强啊，有的人道理不懂，但我不懂我就以你能懂的道理说给你听，你不一定要看什么经，我就说给你听，听完欢喜了，欢喜就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念佛经常会开示，因为有些老菩萨他没办法听大经大论，但我用他能听懂的道理增加他对阿弥陀佛的认同，更多一点对阿弥陀佛的内涵的了解，其实就加强他念佛的内涵，就会加强他那一份感应清净的力量，就是那个法，我们讲叫以法染心，染就是涂颜料嘛，染色。我们就是他同样在持佛号，但我们把佛号的内涵给他，
所以这个佛号的那个内染就像颜色一样，就能染他的心，否则的话变成他是他，佛号归他，心归心，起不了作用。但我们就不断在加强他对佛的认识，对极乐净土的欢喜，所以这个法就会容易入他的心，叫做以法染心。那这时候就能转，现在就有这个意啊，不然就法不染心啊，法入不了心，所以变成叫我常讲叫空转，一直念一念没药啊，空胶囊里面没药，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胶囊里面放点药，我让那个齿轮再转能密合，这时候就能把心染污给转掉，对不对？其实它都有这个意啊，或者都要你光念光念没法啊，所以这个经典其实处处都是汇在一块，所以它会产生，当我们不断的忆持如来圣号的忆，它的法就会产生法威势力跟义威势力，法跟义，道义的义，就当你不断在修的时候，依这个法染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内心不断会产生这个我法的威势力，势力就是会产生法的功德力，跟这个法所代表的道理那一份内涵的力威德力也会出来，就是法威势力跟义威势力。所以这个法跟义，如来义如来正法，是不是它才会染进去啊？所以这个道理在其他经典就产生这个意啊，就是能这样熏染进去。这时候你不断的持以名号，这个法跟义是不是一借着名号入你的心？这时候你内心就产生这样的威势力、威德势力出来，就是这样道理啊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第41愿：诸根无缺愿。设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至于得佛，诸根缺漏，不具足者，不取正觉。所以我说这就是威势力，因为我们这个好像也有点神秘啊，不是，这里面是隐藏的很深细的因果。我们就讲一个人本来是烦恼，但我如果加强某一个善法的力量进他的心，这个法就在内心里面发挥作用了。那这一作用以后，那个由这个善法所引申对治恶法的功能就出来了。像比如说诸根切肉的恶因，就会因为你起这个善法而对治掉。我就举说有一个居士啊，他就是有一次到寺院去参加活动哈，参加法会，那一出来的时候下大雨，他是骑摩托车啊，临时到摩托车滑不动啊，他就牵到附近有一个摩托车店，他就跟他讲你能帮我修，结果他应该不知是进了水还是怎么样啊。不过他就跟对方讲：“我今天没带钱呢，你能不能修一修？我隔天我再来还你钱。”对方说：“哪有这种事？那你又不来，我怎么办？”“不修。”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就要牵走，因为正下雨嘛，所以那对方突然。”不忍心，好啦，打算认赔啦，就帮他修好，啊，因为他从寺院出来，寺院有给他们吃的东西啊，好像做一些贡品啊，大家分的样子嘛，他就跟老板讲啊，这个先让你吃。他隔天呢，他就带一篮水果跟红包去他家，跟那个人讲，结果他不在，就这个老板的父亲跟两个孩子。结果他就讲：“哦，你父亲好难得哦，昨天我没钱，他还帮我修。”结果那个两个小孩说：“哪有可能？我父亲才不可干这种事的。”
人家说知子莫若父，叫知父莫若子，哎，他们就讲哪有可能，我父亲才不会做这种事情。他讲说有有有，所以我送这个水果还有昨天那个钱啊、哦、来还他。啊、哦、他就极力的赞叹他父亲啊、哦、结果他就晚了以后就回去。回去以后那个老板就打电话来。说很不好意思啊，昨天这样啊、哦哦、他说不过经过你这样啊，我觉得我会以后会尽量帮人。就这样。那这个居士也有一个特色，他是、这个我过去在很多地方也谈到，他有一次把家里不用的衣服丢到路边，不是有那个收集那个资源回收嘛？结果他在丢的时候，旁边有很吵杂声，他也不理他。等丢进去的时候，才知道有两个游民在旁边一直叫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寒流。他说：“你宁愿丢到箱子，为什么不给我们？”说两个一直很凶啊，那你怎么宁愿丢到箱子，我们现在在能，你怎么不给我？一直骂、哦、啊，他就默默的离开、哦、要是我不给就不给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可这个居士就默默离开，离开他就从他家里拿两件他先生的衣，血衣啊，但很久都没用，是新的。那两个游民就坐在那个路边那个步道上啊，就坐在那里一直抖。他就过去，因为他还买两个便当，他就蹲下来，有点跪的样子，就一一为他们打开啊这个便当，请他们吃。完了以后，绕到他后面，一个一个把那个血衣给披上去，那两个都愣在那里。啊，他完了以后，阿弥陀佛，我就离开了。他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个两个游民看他摩托车开走的时候，在背后在路上大声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。这时候他的阿弥陀佛代表什么？就不是简单音声了、哦、这个居士的这样的一个付出，让这两个人用把阿弥陀佛里面带着慈悲跟感恩，对不对？他同时感谢你的慈悲，他感受到你的慈悲，而又用阿弥陀表达他的感恩。这个佛号里面有这些功德，以后啊，以后就会刚才讲的那个，终究会得无生法忍。有没有叫他念佛？没有，他是用法，他用法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不仅这样，但他就用法让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成为有意义。是不是就这个意涵？嗯，对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心中有这个法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当这个法深入其心，深刻印象，由这个法在内心所结的善法因缘，会让你的恶法生不来。所以诸根切落的因缘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法就断掉了。所以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我这个法生恶法灭，所以怎么可能会有诸根切落？不可能，这都有道理的，都是缘起的。所以当我们时时练习我们的发心，一直在念佛念佛，念念中念除很多罪的，尤其你要是保持持续，那个恶法连进来都没机会。你乃至临终只有一念，一念又怎么样？一念我就不动了，不动其他的念跑不来啊。就算你过去有 99% 的恶念，但我一念不动，你99等在外头也插不进来。所以即便一念，其他法生不来啊。你说这样不公平？公平啊，因为我这一念很坚固，其他99念插不进来啊。只要插不进来就无法感应，这都是缘起法，不会讲成很神秘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是一听有这个法入心就感应了，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有福报的。第42愿清净解脱愿，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皆悉逮得清净解脱三昧，
住世三昧，一发一勤，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，而不失定义啊。若不尔者，不取真觉。就是说，他能清净解脱，所以他即便他行从事各种修行，他不失其定义。就像我们讲说，我们能一般人定就是定，动就是动。但菩萨因为身心自在，能在一切利益众生处却能如如不动，能不能这样？可以啊。我就举一个，就是说，我们在跟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讲的活灵活现，这中间有没有一丝把自己讲故事当真？没有。故事照讲，讲到小孩子啊，真的这样啊、哦？有的人很会讲故事啊、哦。我们小学同学就一个在讲课的，我们有绘画课嘛，就是讲故事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同学就上去讲鬼故事，讲到前班后面全部挤到走上前头，老师也越听越迷，结果一节课完了，老师额外再加一节让他讲，讲到他迷住了。小学生而已哦，讲到最后，老师问说：“你这个故事从哪里听的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场编的。”小学生现场编的，你看，听到全部都往前挤啊！讲鬼故事，他现场能编出这么多故事，你看这个孩子实在是天才。可是你看，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讲到活灵活现的故事，但我们是不是如如不动？为什么？假的。我们同时观，我们在跟小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同时能观察众孩子的根性，孩子的情绪起伏，我们会加油添醋的讲，但所有加油添醋会不会动摇你对他的判断？不会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一个人修行人，当他智慧自在的时候，他能遍观一切法，可是本身是如如不动，就动中禅啊，这个天台里面那种动中修行啊，所以一切境观空假中，立缘对境修止观，都可以啊。所以面对世间一一尊重恭敬，就像楞严经讲，我看楞严大定，我遍观五欲六尘一切境，但也同时知道唯我。唯我妄心才如是相，而此妄心背后其实是我如来藏妙真如心，就是我同时在应对一切众生，方便摄受众生，但我却时时保持这样的智慧觉照，就这样 OK。 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啦，但我觉得这个味道有时候也可以练习啊。你时时自我提醒，不要轻易在这个境上攀援，但同时也提醒，虽这个境不能攀援，但众生如是心生如是苦恼，我应以尊重对应，但对应当中我却不要在这里强为执着、这个人贪，这个人嗔，我应该因他的贪而告诉他如何不贪，因他嗔告诉他如何不嗔，那我不能把这个众生看死了，因为他虽然一时烦恼，只要我度化他，他可以转变。我可以看到众生心不断生生灭灭，我已与佛法不断对应，但这个过程当中我都不会定止他固定的，我把众生看成一定就是这样，就是坏人就是坏人啊，这么这样啊，固定就是这样，不是，我们保持用缘起的观照，以智慧对应，但同时以智慧不落入执着，其实这都可以做练习啊，我们都可以，何况这些菩萨啊，所以他们能得到清净解脱三昧啊，所以在一念前供养十方诸佛而不失定义，能做一切善法，但不会身心散乱，从文明子就有这种功德。再过来第四十三愿，闻名得福愿啊，设我得福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，身尊贵家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所以我就讲说，
我为什么有时候我你们有时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，你有空要多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你已经布施给他了，然后讲你知道吗，阿弥陀佛我好，你知道吗，你给他你就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多好，你就加这么一点跟他解释一下，那我就更入心了。就是我刚才讲不断赋予它更真实的意义，所以这是菩萨。菩萨当然他是身尊贵家，菩萨本身就因为有些凡夫菩萨，有些初学菩萨，但一旦得其名入其心啊，就是有富贵名了。那所以说我们要讲说，我们有意无意利益众生，可能对方都不了解，如果你了解原理的话，哎，没办法，哎，有机会多念，看他无聊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阿弥陀佛怎么样吗？讲完，他听你的话，他听完就忘了，但其实已经入心了。你比给他红包还好。有空没空，利用种种因缘加强他的善根。菩萨做这些事情，你恐怕得利益的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有的人一颠倒，随便话一讲，坏人善根，自己过失都不知道。那我们是随缘利益，有些东西在我们出家人，有些东西不能随便给。但菩萨有时候他重点是什么？我不管怎么样，我就是要让你对三宝升起欢喜心。我让你从三宝上处生欢喜心，就有得度因缘。所以菩萨才会四摄六度。因为什么？他看到了四摄的用意，我们讲过四摄的用意是想尽办法施以众生利益，不是要拉拢，因为四摄是统摄大众，但他用意不是要统摄大众，是要引导大众入佛道。因为唯有入佛道，众生才能得利益。但我眼前无法跟他直接说佛法，我就以他现实利益来利益他，百般思考，千般计较，就是要让众生入火之间，这是菩萨。所以我们掌握这个道理，就是找机会啊。比如说我有时候在车上，但现在机会比较少，在车上我是习惯会让位了，但我让位其实就是老人家站在那里叫我坐着，老实讲我也坐不下去了。第一个为他，同时也不是要得虚名，因为反正我走了他们不认识。但今天我做一个出家人啊，那我让位，其实我的用心还有别用意，我希望其他人因此对身有个欢喜，我就这么一点欢喜心，我用我的动作培养你对三宝的信心，这也是我利益你的方法，是吧？所以有一次，我那时候才几岁啊，二十几岁，有一次跟一个老居士在坐公车，他刚好有一个位置，那个老居士讲说：“师傅你坐。”我说：“不要。”他说：“你坐。”我说：“不要。”坐下去就麻烦，因为你老我年轻哦。我坐下去就是说，是你成就你的功德，旁边不知道怎么看。我说：“我们站着让别人坐。”因为我想到的是这一点。另外还有一次我去坐公车，结果那个公车司机是学我的，那时候是要放，有一个钱柜要放钱，箱子要放钱，我就要放，他就说贴着那个路口那个不要，我说我都以为我错了呢，他自己拿他的钱放进去，哦，我教徒，哦，他也不亏空啊，他没拿我的钱，他就拿自己的钱了，这一点戒法不错。就我就站着，因为满满都是学生，他回头去跟后面那一排站起来给师父坐。我下一站就下来了，再下去不知道要惹恼多少人。他进来就叫后面站起来给师父坐，我说啊，我说不用不用不用。所以我就赶快下来等车，等好久，这么一站坐一站继续等车，我不敢让他再这样下去，这样下去人家怎么看，小孩子就会觉得怎么是这样。
所以为了不让他继续这样，我只好提早下车。他好意扶持我，弄得我必须再等一次车。就是这样的因缘，我都没办法。所以有些东西我们随时用各种因缘要成就众生。你也不记得我，但我要你留下这个印象，因为这个印象对你未来是一个得度因缘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。很有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啊，这个光闻名号就有这样的功德。我们看第44愿，修行具德愿啊，设我得火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欢喜踊跃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德本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其实跟前面也有类似，也就是说这个佛号，其实这个佛号的功德，它能引身善法，它能引身善法。你看哦，我们如果一个名，我们父亲名、母亲名、兄弟姐妹名，是不是在你内心起不同作用？名字会有差别。那亚求这个人对你恩重如山，那个名更是产生很大的力量。所以当你取这个名的时候，一以对这个名，因为法是法法相因，法法相依，互相会感应的，所以我依这个善心升起，其他善心可以因之而生。其实佛法是这样的，所以一个人有一个坚固善，他就有能力让其他的善法因这个坚固的善陆续生出，这是佛法的修行原理。一个善可以让其他的善可以出，同样的一个恶可以让很多恶生。好，我们接着第45愿，普等三昧愿啊，设我得火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皆悉逮得普等三昧，住持三昧，成自于成佛，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就是说，当你听到这个名字，其实我就前面讲，普等三昧其实就是念佛三昧，就是念佛三昧，而念佛三昧普能见一切佛，就是念佛三昧的本质就是见佛。他说闻我名字都能成就普等三昧，常见无量不可思议一切诸佛。所以普等三昧其实也叫做一行三昧，或是诸佛现前三昧。诸佛现前三昧，这个普等三昧它的本质就是这样。所以能普见一切佛，能示现于生于佛之前啊，他就能有这样的感应与佛相遇的这个功德啊，普等三昧。第47愿啊，闻名不退愿，设我得佛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不及得智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啊。就是说，当我种下这个种子以后啊，他会很快的成就不退转。当然，对我们来讲，很多因缘，这叫做别时易去啊。最重要是，当你种下这个种子的时候，本身这个种子跟我们的法身是相应的，所以这个它的成熟各个不同，但终究它会快速的。以众生轮回来讲，种下这个清净种子，它很快可以成就不退转。就它种子不退转，就真正成就菩萨不退转位，那就是不断修持。那至于它本身成就的不退转，这个种子已经跟法性相应，所以它不会退转。这一点，也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身心还会有起伏，但基本上过去曾经发起的那一份心终究会萌芽啊，终究会不退转。何况这个是就众生边来讲，但我讲的是他方国土诸菩萨众，那就不会退转了。我们现在是种下清净的种子，但国土其他菩萨就不同，所以菩萨跟众生不一样。那我们是不是同时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不是这样？阿弥陀经说的，他就种下种子，至于他是不是就像菩萨这样快速的能很快速到不退转，
他我们的因缘障碍还有，但菩萨很快就到了啊，等于是他有这个念佛号的因身的功德啊，快速成就诸善法功德成熟，会这样啊。第四，这个就是第四十七愿，七愿是这样啊。第四十八愿，得三法忍愿，设我得火，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，不及得智，第一人、第二人、第三法忍与诸佛法不能及得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菩萨因为他原来的功德，再加上这样的功德，快速成就三种人。一个就是经文里面的音祥人、柔顺人、无生法忍。好，理由在哪里？音祥人，我们是不是有听音声？像圆觉圣啊，圆觉圣看到灰花落叶，他就体会无常了。我们同时在听闻音声的时候，尤其是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不是有音声吗？但极乐世界音声不会动摇你的心性，而是让你体会无常。所以音祥人就是能看到音祥的生灭无自性。好，柔顺人就是说面对到诸法实相越来越能随顺。无生法忍就是证入，就是我从初的声音变化当中，乃至除了声音之外的现前的无常法当中，感受世间的因缘变化的无自性，我开始观察到音祥的无常人。再过来，我开始心越能体会他顺他柔顺人。再过来，我现在不顺，我是正的，即直接体会无生人，就是一切法无生。所以这个人本身是智慧的意思，在佛法这个人其实就是智慧。那音祥的话并不是那个音祥，是最主要是从音祥体会那一种，因为他是忍人都是智慧，忍到最后的用意在哪里？无生，就看到实相。那看实相是不是由浅入深？浅在哪里？在眼前的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身香味处啊。从这里感受到这个变化的不真实，从初开始，然后越来越看到一切法的无生意，开始随顺，后来直接亲证的叫无生法的，还意义在哪？也就是说，从以佛号这一份的真实意涵，可以顺向成就你诸多智慧，乃至到究竟的无生法忍。当然无生法忍是一个开头啦，那一个登地菩萨就开始有无生法忍，那顺着这个成就一切的智慧。所以他能以诸佛法能得不退转。因为佛法为什么不退转？退转是有生有灭，看到诸法实相是无生无灭，没退。所以正果的人没退，为什么？正果不是去得到什么东西，正果的人是觉悟了。你知道我们如果有生有灭会退转，但如果我证的是不生不灭，有没有退转？没退转，意义在这里。好，这是简单这样谈啊，讲这样谈就是让我们更加清楚啊，其实他方国土的菩萨因为听闻这个号就起这个作用啊。当然这个跟我前面讲名号所代表的意义有关，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发心的时候，希望我今天具足一切因功德，令众生这一听我的名号就意念此德，而因此德成就这一切的善法因缘功德，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看他方信愿来者摄受功德，摄护功德，就是说除了他方众生，还有那一类想来的他方的众生。这是四十八愿里面也有三，总共有四个愿是针对接引进来的。好，他方众生第十八愿，十念必生愿，设我得火，十方众生自心心乐，欲生我国，
乃至十年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毁谤正法。有开条件的哦。哎，在忤逆啊，但在观经的时候，只要你能忏悔忤逆，还有机会。但毁谤正法是一定的，不能。所以我现在才一直忧心，就是这个观念很多的邪知见一直在流传，你会让人家因为那个罪过太大，忤逆都可以开，就偏偏毁谤正法前遮。所以有时候不忍心，要不要辩证现在的观念？现在真的是很糟糕啊！不辩证，不辩证，一个一听随缘毁谤就断根。所以就是龙树菩萨也是这样说，毁谤大圣更可怕，因为他就是把你的大福德就在这个毁谤当中一口气就给你全部没了。所以一个邪知见，尤其是毁谤大圣的知见，一旦错会让很多众生跟着跳入大罪过中，这个罪过很大。所以你看观经无量寿经很多地方有一个共通点，毁谤正法者几乎都排除在外。为什么？你把你的船凿洞怎么过到彼岸？你现在受用是正法，你毁谤正法，那怎么达成它？你别的罪忤逆罪都可以开，那你把自己船凿洞了，那怎么开？这个问题。但只要你愿意用十念，就是你坚定，你看哦，自心信乐，欲生我国。自心信乐，注意自心很重要。这个自心大家轻易讲，这个其实我们下次我们4月16会再补一次的，没办法讲完哈、哦，我们再会补。本来想看能不能讲完，结果不行，我想我就慢慢来好了啊。不过下次可以啊，因为这个后面这一段，尤其这面一段是跟我们有关的，我们要去啊，怎么去啊？该做到的要做到，该防的要防，否则对你会把它倒过来。所以这个自信下次会谈，你要弄清楚什么叫自信，什么叫信，什么叫乐，你不要用你的感性哦。你要感性，你自信，你试看看，你发觉你的心随时就会被动摇。但你又认为这叫自信，却会动摇啊！你又不改善它啊，就等着它随时动摇。没有，自信有自信的原理，自信有自信的原理啊！所以我们要自信信乐，这都有内涵哦。乃至十念，其实只要一念也可以。其实经典不是也讲一念吗？但这一念跟十念重点在决定，谁都不能动摇，我就自心，自心的一念就可以决定，就那一念虽只一念，但它是决定的，是自心的，所以谁不能取代。所以一旦不能取代，其他的外道，其他的道，其他的因缘叫圆缺不生，就圆缺不生，所以就挡住了。我们现在先把它告一段落好了，好了，好，不过我们先一个结束好了。第19愿，临终戒淫愿，摄我得火，十方众生发菩提心、哦、注意哦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自心发愿，欲生我国。临寿终时，假令不与大众围绕现其人前者，不取正觉。这里面也有意义，我希望你们相信。但你该你做的要做到，佛不欺狂，所以不要一直挂碍这个。你可以发愿让火来接引，但我希望你能依教奉行。哎，你只要依教奉行，必然如此。所以有的人念我就说，我深信不疑，我就依教奉行，彻底的依来做，佛必接引。啊，这个是一种相对的，你信的彻底。清净的性彻底，感应也如实显现。
第二十愿欲生果遂愿啊，设我得火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执诸得本。注意，这就是因缘啊。自心回向，又是自心欲生我国，不果遂者不取正觉。所以只要你愿意，但你只要把内涵弄好就好。嗯，所以你自心回向啊，系念我国，那我们就要检查你到底有没有系念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打火器的时候，突然外面人拿一箱，哎，签名，你的，你会不会出去？会，他们都出去了，那不是系念我国吗？那么才一箱就出去了。嗯，所以我常开玩笑，你的道心值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算出来。哎，100不会出去，200不会，1000考虑看看，10000出去，100万钱跑光。那你不是求生净土吗？怎么都跑出去，剩下主祭和尚自己在念，很孤单，因为全部拿出去领钱了。开玩笑，当然不一定，但问题是从这里就看你的心到底真不真，讲是真，起心动念随时都在转。好，再过来，第二十二愿，一生补处愿，设我得火，他方佛土诸菩萨来生我国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，除其本愿自在所化，为众生故，披红饰改啊，哎。积累德本，度脱一切众，度脱一切，游诸佛国，修菩萨行，供养十方诸佛如来，开化恒沙无量众生，使力无上正真之道，超出常伦诸地之行，现前修行普贤之德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就是说，要么你在这里到成佛，因为这边也在修学，因为他游化十方；要么你就是转化到其他地方，也是成就。所以菩萨一旦来到这里，成佛必然，简单这样讲。这不是去想的，我希望大家能了解，净土是修行之地，既是清安喜乐之地，也是修行之地。所以为什么其他地方比较在谈，因为其他的佛国很少谈到这一部分，因为可能因缘的问题，偶尔略谈而已。但西方净土最主要它成就的是菩萨道。注意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法门，因为往生净土从不是自私，它最大的意义是在圆满你的菩萨道，成就佛果。所以为什么我也一直在推广这样的净土，因为它不是天道，它不是声闻缘觉，它是菩萨道，从头到尾以此为方便，修的是菩萨道，成就的是佛果。好，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就到此，我们就等下一次，我们就把这个经告一段落，好吧？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阿弥陀。